人还没到，鞭炮声先到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到新庄区市场扫街拜票，加油声不断。哎，林佳龙，加油啊！先拜托，哎，加油加油，一定到。林佳龙脚步走得勤，陆战空战齐发。他的竞选团队在对侯市府行政部中立激烈交锋。侯市长根本是说一套做一套，完全言行不一哈，利用公家资源来。这个养的这些发言人、副发言人摇身一变，通通跳下去变成选举的侯家军。何不文拿出图卡，洋洋洒洒列出侯市府多篇新闻稿。林佳龙再批新北市社宅反弄巧成拙，城乡局说一再失言反成笑话。第二篇，林佳龙造谣五股垃圾山不见都市计划，城乡局又批装睡的人叫不醒。新闻稿标题不是打脸回呛，平行时空就是乱开拔蜡票。林佳龙办公室点名城乡局、交通局、捷运局、环保局、经发局五大局处最严重。侯友宜主政新北市政府呢，那市府变成他的整个竞选总部，所以我们合理怀疑啊，是所谓的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写好的新闻稿就拿给了这个市府局处。怒吼侯友宜逼公务员当竞选打手，这些犀利用词也让林佳龙大吃一惊。每日对我一骂，用一些尖酸刻薄的文字，这个真的是像竞选总部的网页，公器私用，行政不中立，不时的扭曲误解，各局处基于职责理当说明清楚。双方你来我往，新北选情升温，弥漫浓浓的火药味。经新闻叶庭、郭韵婷采访报道。